估计手受伤了，你就得多喝点骨头汤补一补。我这是皮肉伤，没伤着骨头。也是哈、啊，那你该吃点什么呢？哎，服务员，加两份凤爪。你说你一正儿八经的西医，怎么还相信这种以形补形的土方法呀？我这叫。内外兼修，学贯中西。内外兼修，我邢和磊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，跟我一样优秀。那当然。哎，对了，高小姐回家以后跟你说什么了吗？也没说什么，但是就是怪怪的。我觉着啊，他们俩都怪怪的，所以说这种切见的事儿以后真不能做。万一不是，多尴尬。论文，我不太擅长写这种学术的论文，但马上就要交论文了。我邢可磊的女人可从不服输啊！我相信你，你也得相信自己。那刚不还说什么内外兼修，中西合，学贯中西，学贯中西。来，给你加持一下，分享一下我的优秀。然后我的论文就过了。那必须的。你能生了，我问你。那鸡爪子呢？哎呀，看什么呢？颅内脓肿手术视频。明天许元山妈妈要做手术，我要做王医生的副手。那他没什么意见吧？对病人一视同仁是每一个医生的基本素养，这点信心他对我应该是有的。手怎么又受伤了？啊，训练时候滑了一下，小伤。又小伤？天天说都是小伤，在你身上就没有小伤。担心我？担心你。你是猛虎突击队的队长。你的身体状况关系到每个人的安危，哪儿有那么夸张？就是这么夸张。你想一想啊，当时我手上握着手雷，我唯一能信任的人只有你，我就是等于把命托付给你了呀。其实。就是我。你现在怎么打算？今天下午刚预约了专家，准备先看一看。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我也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。你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承担，一起商量啊。压力已经那么大了，我不想给你添麻烦。我是你女朋友，我们俩一起经历这么多事儿了，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告诉我？你在外面再坚强再强大，我都没有那么在乎。我希望在我面前的你是最真实的，哪怕是最脆弱的，我都可以接受，我都愿意陪着你，好吗？你不是也说了吗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是不是大问题？
我都不认识你啊。你告诉柯小姐了吗？还没有，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。我的判断也是需要尽快开颅取出来。那恢复周期呢？这个要看个人体质，我们做这种手术呢难度不大，但是开颅总有风险，特别是考虑到刑具的工作性质。那微创呢？这种情况有很多案例，不都采用的是微创吗？它的瘤位置不好，瘤体相对大，微创的难度比开颅要大很多，而且很难切干净。是，微创恢复相对快，但是万一术中发生危险，会适得其反的。那就开颅吧。最快什么时候？我看一下。下周。行，下周可以。你真的决定了？我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已经完全影响我的工作，而且比我身体更重要的是我身上这份责任。我要对我的队友负责，要对人民负责，所以反正怎么样都是不能工作，我还是选择面对吧。反正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陪着你一起面对。你不陪我面对，你还想干嘛？吃。哎，真是亲姐，一点肉都不加。多吃点维生素对你好。嗯。好。你尝尝我姐这西红柿炒鸡蛋一绝，多舍得放蛋，放这么多蛋。够了啊！你这几天是不是休假？还得回去，有一些事要交接。赶紧把那些事儿处理完，休息两天吧。地球离的你又不是转不了了。我又没做手术呢，我歇什么呀？我觉得柯小姐说的特别对，术前也不用太疲惫。哎，我正好有两天假，你要不然你把你那两天假也提前一点。我们俩好久都没一起出去玩了，我们一起逛逛街，看看电影什么的。你不是马上要年终考核了吗？哪儿来的假呀？我都准备好了。哎，那个我冬天要去加拿大滑雪，你去带着米卡上街给我买个最新款的滑雪服。好。您那一屋子滑雪服可都没怎么穿过，还买啊？我要新款。不是，你俩能不能正常点儿？这样搞得我更紧张，好像有什么大事儿。胡说八道！要真想让我舒服点，你好好的准备考试。您把您那点滑雪服洗吧洗吧，继续穿。吃菜吃菜，多多吃。不是，我这生个病，待遇也太好了吧？吓人，是有点慢。搞得我跟大爷似的，来，你给我捏腿。腿不舒服啊？哎呦，哪儿还不舒服？这也肩也不舒服啊？行，我给你。舒服吗？怎么展现你的柔弱呢？跟那吃劲儿，来点儿。我使劲儿了。